一切关于秋的期盼，终要成为具体可感。秋风起，秋梨黄，每一帧景色都是秋天最美的定格。着上丰收的色调，鼻息之间已盛满秋意。挂满枝头的苍溪梨摇曳生姿，饱满而又真切，自然山水孕育出脆嫩多汁的舌尖滋味。人间九月多幸事，秋天的盛情一切刚刚好，一切欣欣然。梨在中国至少已有3000年的栽培历史，被誉为百果之宗。地处嘉陵江畔的苍溪，独特的自然资源禀赋成就了它中国雪梨之乡的称号。隐隐绰绰的叶子之间，已有圆滚滚的梨果点缀其中。秋风轻拂，摇摇晃晃，碰撞出秋天的模样。每到雪梨日渐成熟时，果农总是忙碌的。苍溪县临江镇玉女村的王子君是雪梨种植大户，他正在灌溉屋前屋后挂满果的梨树。当我们初见王子君时，他欣然为我们介绍自己家雪梨的长势。来，你看我的介绍一下这个梨子，这个梨子漂不漂亮？这就是我们的那个苍溪雪梨是吧？对对对，你看这个果形又圆，也色彩又红亮，这个油库种子的这个颜色就像和菜库的和油库的颜色一样，这个又好吃。它很饱满。秋天都有自己的况味，看着日渐成熟的雪梨。王子君的脸上掩不住的是欣喜和甜蜜。硕大的倒卵圆果形，貌不惊人的粗粒茶褐表皮下，藏着令人惊艳的洁白果肉。这是苍溪雪梨独具标识性的特点。据王子君介绍，他家的雪梨单果重量一般在500克左右，最大者单果重量可达1.5公斤以上。苍溪雪梨果大核小，肉质脆嫩，汁多味香，甘甜化渣，被誉为沙梨之王。但除了王子君给我们介绍雪梨，他家种植的梨树可不止这一种。我家的主要种植有苍溪雪梨、黄金梨、秋月、三龙、苏梨这几个品种，每年呢能产雪梨20000多斤。主要的苍溪雪梨我卖的价格是比较好的，因为我种的品质也是比较好的。市的农民在沙梨群落当中发现了一个优良品种，经过世代栽培但形成两种，引起肉白如雪、味甜如蜜、清香无渣、入口即化的特点，又产于苍溪，所以成为苍溪雪梨。削开苍溪雪梨粗粒的果皮，果肉洁白如雪，细腻紧致，如玉晶莹的身躯被饱满的汁液撑起，果肉保留了一些颗粒感，却因为过于细嫩而没有任何渣子，满足了人们对梨的所有幻想，是秋日里无法抗拒的时令诱惑，堪称梨中上品。沿袭千年的良种必定蕴藏着世代人力的耕耘。我们苍溪在整个地产区，它的梨子栽培性状稳定，品质优良，丰产性好，极具栽培价值。所以我们苍溪的科技人员又根据我们苍溪雪梨的特点，选育了一系列的苍溪新品种，从7月份到10月167个。
这个就是我们长期雪梨品种的宝强货。哦。我们来看看我们的雪梨品种。这个就是我们的长期雪梨。哦，这个就是我们长期雪梨。哎，就从唐朝到现在都是一直保留的这个品种的。对对对。嗯。我们的科技人员用长期雪梨做副本，日本二宫别做母本，选育的翠雪梨。啊，这是我们选育的品种。对，这个品种。这个品种通过四川省品质审定委员会审定，我们又用长期雪梨，的杂交品种，1-28做副本和翠冠也选育的2-3这个品种。我看这三个品种在外形上面差别很大，是吧？对，还有一个就是用长期雪梨做母本，我们选育的，1-28，都看这三个品种，都是来自于它，对吧？对对，来自于我们的苍溪雪梨。基于苍溪雪梨的优良品种，苍溪雪梨科研人员先后培育出6-2、5-51、翠雪等优质早熟、中熟新品种，彻底改写了苍溪雪梨个头太大晚熟的历史。保证了从夏入秋都有雪梨系列果品上市销售，选育出的雪梨品种都各具特色，各有优势。你方唱罢我登场。每到漫山遍野梨果成熟之日，就是梨界最卷之时。我们选育品种，一个是，从它的果型来说，比结合它副本和母本的优势。比原来的果型更好看，它基本是卵圆形。二一个，从我们的颜色来说，基本上是继承了它的母本，比如说绿色、黄绿色，三一个，它的内在品质，它的固性物，要比我们它的父母本要高。优选良种不仅具有较广阔的适应性，还能改善和提高雪梨品质，增加丰产潜力。在梨品种的培育过程中，苍溪科技人员不仅充分挖掘利用本土优势资源，还大量引进已经培育成熟的新品种，实现了早熟梨抢市场、中熟梨接链条、晚熟梨保品牌。翠绿枝叶下，看着一个个沉甸甸的梨子坠满枝头，引进品种黄金梨的采收正在进行着。人影交错间，散发着一阵阵梨香，喜获丰收的果农脸上不自觉洋溢起笑容。我们村的这个集体经济园哈，规模面积呢也刚刚正好100亩面积。100亩的面积。主要种植的是这个黄金梨、翠冠梨。我看到我们很多的果农现在已经开始在采我们的这个梨了。那我们现在采的是什么品种呢？今天主要采的就是黄金梨。今年我们整个园子哈能够收50多吨黄金梨，按照市场的这个销售价格呢，2.5元一斤，差不多也就收入个25万多元，就这一个品种。你看这个，我可以跟你们这个采一个。在黄金梨的生长过程中，果农尽可能避免人工干扰，不打药，不催熟，不打蜡，套袋防虫侵扰，减少太阳暴晒，一直照顾它，直至自然成熟。正当季的黄金梨沐浴了整整一夏的阳光，在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下默默生长，积累糖分和水分，变甜变润。成熟的时令一到，果农便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采摘、手工拣选，一坑一果的泡沫托和网套保护着它们启程前往中国各地，一年好景就在此时此刻。这个梨子哈，个头又大，颜色又白，很好看的。不仅仅是好看，而且口感相当的好。肉质细嫩，而且很甜，明明甜。很受这个顾客的这个喜爱。我们每年都是要回头过来，因为中药膏方是有这个1000多年的历史的，那我们是完全是按照
中药膏方的这个工艺在制作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中药膏方制作必须有一个熬制。那么我们这个雪梨呢，昌崎雪梨膏，25斤的昌崎雪梨，经过16个小时的熬制，才能熬制1斤膏。你假如说时间短了不行，时间长了更不行。那我们它的那个温度是控制在多少呢？这个我们温度在60度以下。那么60度以下的话，我们必须要辅于其他的一些工艺，否则的话做不到，60度它是沸腾不了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昌崎雪梨膏，它是要控制在温度是60度以下，对，然后常时16个小时的熬制，对，然后才能够从我们现在这个看到的这个颜色。对，它你看，打开的话，它有一种粘拉丝，我们俗语叫挂旗，它下来的。拎起来的时候，它是三角形下来的一个形态，这样才能够称得上是膏，否则呢就不能叫膏，只能叫浆。雪梨膏的熬制历史由来已久，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沿袭传统手艺，清洗、削皮、榨汁儿，股股雪白的梨汁儿，梨香四溢。100%的梨汁儿倒入大锅内，造火升腾，开始它的生命转换之旅。一阵阵的翻涌，一次次的搅动，水分不断被蒸发，奇妙风味却择机留下。尽管熬煮消磨了时间，却也在时间的见证下完成了魔法般的转换，最终有了令人生津的和谐风味。跟市面上一般的雪梨膏的区别比较明显的几点，第一，昌崎的雪梨膏它的原料梨比较细腻，比较润，本身渣就很少，它本身梨的品质就品质就很好，原料就很好，所以昌崎雪梨它是有历史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的昌崎的这个雪梨膏生产的是没有一点添加剂，没有一点防腐剂的，这是第二个，绝对是正宗的梨的汁儿熬出来的，而且是保留它的原汁原味。对，所以市场的这个消费者的习惯，我开发了三个规格。第一个规格呢，就是两瓶装的简包装的，就是这里面是两瓶一个小盒子里面。还有第二个规格呢，就是5瓶装的礼盒，就是这些像这一款，都是这种罐装的，都是罐装的，180克，是吧？都是罐装的。还有呢，刚刚最近才开发出来还没上市的，就是这一款。便携式的包装，主要针对差旅人员、旅游人员经常出差的，抓一把服用方便，放在包包里就可以，这个非常方便，40克的。这是我们昌崎雪梨膏最新款的。对，我们是设计也是，你看专门设计梨形的，就这个。从品种选育到产品设计，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紧贴消费市场的需求。梨品种、梨产品、梨文化已经深深印刻在每一个昌西人的基因里，无论你是原住民还是新来客，都会被这种时光沉淀的风味羁绊在这里，难舍难分。之前我还没来昌西工作的时候，就听说昌西是雪梨之乡，然后说这边的梨非常多，也非常好吃，然后来昌西工作了，确实这边的梨非常不错，然后那个雪梨入口化渣，然后还听说还可以生津止渴，还把那个雪梨拿来熬雪梨膏，等很多用途有。这个我们昌崎的梨子呢，雪梨啊，吃起来确实很舒服又甜又爽口，水分又多。比较有名，绿色悠久，吃起来也比较舒服，入口化渣。昌崎梨儿确实好吃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么好吃的梨子啊，哎，这个梨子啊又止渴又润肺。一方地方物产的传续，离不开的是对这份自然资源的珍惜和呵护，是人们对这片山水世代的热爱和眷恋。更续千年的昌西雪梨声名远播，延伸出灿烂的雪梨文化、梨乡民俗，在这片土地上一直被世人传颂着。各位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4A 级主题旅游景区昌西梨文化博览园。咱们昌西雪梨呢，又名湿甘梨，被誉为梨王、山梨之冠。
其果实呈红绿形，果皮为黄褐色，果点较大，味甘多汁，清香无渣，入口即化。早在隋唐时期呢，就被作为贡品。从历史传说到现代科技，从农耕文化到离乡民俗，苍溪梨文化博览园正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苍溪梨文化博览园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品种最丰富、科技含量最高四川唯一的梨园，一年四季风景如画。园内种植了世界各地名优梨品42种，梨树11000株，主要种植梨品种为苍溪雪梨。更续千年的雪梨史话，博大精深的雪梨文化，自然淳朴的梨乡风情，在这里你都能找到解答。说到梨乡风情，就不得不提全梨宴。在梨文化博览园内，全梨宴可是招待四方游客首选。伴随农旅融合的不断深入，我们的苍溪雪梨呢，也在不断的被开发利用，搬上我们的日常的餐桌。我们现在面前摆放的就是用苍溪雪梨来制作的家常的菜肴。那么这几道菜呢，都是出自我身边这位寇师傅的作品。那寇师傅，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用这个苍溪雪梨来做的这几道菜吗？嗯，好的。这一道菜，是红心猕猴桃雪梨盅。然后我们用上笼蒸制半个小时的方法烹制出来的。里面由苍溪本地的猕猴桃和雪梨做出来的，然后，它有清热、解暑、润肺的功能。你可以尝试一下，它的味道特别香甜。因为它里面这个猕猴桃的这个是切的这个粒和这个雪梨的味道是融合在一起的，在这个蒸的过程当中，吃起来它这个口感也特别的润，很甜。雪梨中因其香甜滋润的特性，老少咸宜，本土食材、本土风味，对一方口味的惦念，这就是绝佳的答案。在寇师傅的介绍中，另一份菜品却别具一格，吸人眼球的同时又颇有新意。这一道菜是红酒浸雪梨。红酒和那个火龙果汁一起搭配出来，它的口感很新颖，感觉是有一种混搭的感觉啊。对啊，但是这个颜色看起来确实很漂亮。这个女士和年轻人都应该喜欢吃。那个红酒的味道还有这个火龙果的味道都已经把这个我们的雪梨已经满满的浸透了。它吃起来又脆，然后呢